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inecraft。 我们今天来玩的是地震后的逃脱 and 八大考验，是啦。那这个呢就是一个解谜地图来的，是啦。那就由这个 Tackle 章鱼所制作啦，是啦。那好啦，即刻开始先啦。 OK， 那它这个材质包即是 texture pack 呢，就是它自己 default， 即是它给我们的，是啦。 OK， 那我们开始看看規則先啦。 OK， 禁止破壞任何方法，禁止使用創造模式，一定要使用作者提供材質包，必須調整明亮視野、雲塊、關閉關閉雲。OK， 關閉雲。OK， 跟住主音量60，環境音量60，全程全螢幕。哎，我冇教全螢幕，因為我要錄影啦，咁唔好意思啦。OK， 跟住就星洲。有五个嘅，第一个就是获得作者的头啦，第二个就是咩不忘初衷，第三个咧就是八粒跑红之心，第四个就是五朵蓝色花，第五个就是作者的公仔。OK， 个人资料女。OK， 角色资料名字古彩琛，年龄16岁啦，身高163公分，体重40公斤，就读 Tackle 章鱼学校。高一啦，咁啊，兴趣化妆、开实房、玩 Minecraft。介绍，平时咧我都系一个人喺屋企嘅，父母喺外国工作，咁因此咧我都应该算系宅女啦。啊，唔记得讲，我系拥有 D 级好身材嘅高中生。OK， 呢个系个人资料男啦，男主角，咁佢嘅名字就叫古不言。古不言 ，OK， 呢个名字有啲怪啊。跟住年龄咧就系17岁啦，身高175公分，体重57公斤，就读咧 Tackle 章鱼学校高二，即系高过头先个女主角一个年级啦。咁兴趣就系咩咧？打机、打波及女。OK， 介绍，我系一个场外嘅肥宅，即系又肥又毒嗰啲啦。平时咧多数中意利用上堂时间瞓觉，落堂咧就玩电话。OK， 收埋佢先，睇先，呢个系得我哋系用紧作者材质包嘅，所以 OK， 跟住冇啦。咁咧，我哋开始游戏咧就可以揿呢个掣啦噃。3、2、1，揿。选择好性别后，即将进入游戏。点击 PS， 点击下文字即可传送开始。开始。哦，得。好啦。跟住我哋嚟到一个班房啦，呢个应该系 OK， 有个箱，光雪碎片三，呢个系一个诗嚟嘅，一首诗嘅其中一句啦，咩孤舟需入用，我好似听过呢个首诗，中学背过咯，不过而家唔记得咯。OK， 一朵蓝色花，成就道具，跟住呢个系唱片机啦 ，OK 嘅，跟住呢度有个箱，电灯。OK， 开咗灯先啦，我哋跟住就系感谢你玩这个地图，祝你玩得愉快啦，唔好险解谜。呢嚿系咩嚟噶？依个 OK， 呢度就书同羽毛笔。OK， 冇嘢嘅，我摆翻去先。OK， 咁我哋开咗呢个箱，呢个有个工作台。OK， 呢个箱系开唔到。OK， 咁我哋直接出去咯噃。好，喂。302班级导师外毛毛，这个冇嘢嘅。OK， 我哋拉喺呢个咧。OK， 开灯嘅。跟住呢个咧都系开灯嘅。我哋落一层啦。二楼 ，OK， 呢度系二楼啦。咁呢度 Jordan 11代男孩。即是波鞋啦，轻盈而 OK， 着上去咧有对跳跃有明显加成，系咪咧？唔系好觉啊，女鞋 OK， 即系一样嘅，不过你可以拣系男仔定女仔啦。咁我系男仔，我拣男仔啦。跟住又系蓝色花。我哋周围喺呢度睇下先啦，我唔想出去住。通往操场嘅路。呢度系走廊灯，觉得暗先开。OK， 我开咗啦，好似冇乜反应咁。办公室大铁门嚟嘅，开唔到。OK， 呢度有啲 dispenser 啦，跟住画后面咧有机会有嘢嘅，所以睇一睇啦。咁就系冇嘅。
OK， 我哋去对面啦。2001导师钟达阳，学生6个，特殊班级。开咗灯先，嗰边冇嘢嘅，我哋入去睇下啦。开灯先啦，一样。哇哇，有条友喺度，哇咁恐怖嘅你，黐线，佢企咗喺度。呢度下面应该有个箱嘅。OK。哦，光雪碎片4，即系呢个系第三个，碎片3啦，呢个碎片4，独钓寒江雪，好诗好诗。睇下先啦，我哋呢度有啲咁嘅苏学堂，一加一等于2，咁都要学，一加4等于5，咁系3+7。OK， 好似啱晒嘅系。OK， 嗰度有啲嘢，开咗先，潮牌泡面。主角的最爱可增加3饱食度，但对身体不是太好。办公室锁匙，咁啊，呢个是办公室锁匙。OK， 办公室是咪即系头先校长嗰度啊？系啦，呢个办公室开。OK， 呢个是开灯啦，应该系咪咧？冇反应喎，但系。哇好黑喎呢度。OK， 办公室。呢个就应该唔係恐怖地图嚟嘅，我諗係啦。咁所以唔使太驚呀大家。呢度係校长嘅座位，呢度有个附魔台。哦，呢个係校长呀。穿过去先。哇好黑喎呢度，我想开一开灯喎其实。呢个係导师钟达阳介绍80公斤172公分场外的肥宅。这个呢主任，我后面那个跑裤上面呢有剧情和一点小惊喜。贪污狂看剧情就可以知道一切了，这个罗海祥主任啊。他说要拍 call 啦，要拍 call 的，好难啊。之前我已经拍 call 垃圾完全不懂。 OK，哇好难好难，等一下再来过啊，跳上呢个度啦，唔得㗎喎。得唔得呢，直接跳上去，唔得㗎，我哋要逐格逐格嚟啊。得。跟住呢度啊，好难啊呢、这个。得啦，跟住呢度，OK， 好、哦，罗海祥介绍，跟住又有对鞋，咩事啊？咁多鞋嘅，我哋呢个系 Jordan 11，呢个系咩啊 ？Nike Fly Split， 慢跑鞋系列，加速度嘅，咁我哋换下佢啦，试下，哦，即刻加速啊！哇，跑咗快好多。OK， 咁我哋可以睇下剧情先。罗海祥主任嘅介绍，罗海祥。说明海翔主任是去年来到这间学校的主任，听各班的老师说他在校长面前超虚伪的，目的就是为了讨好校长，私底下贪污。 OK， 没第二页的，那收埋佢先。OK， 那我们办公室这里就应该探讨完了，那我们可以出一出去了。这里好。那这里旁边两间房我都看了啦，咁啊，呢度有个相会啦，开咗噶啦，我哋落去呢度睇下啦。前往操场嘅路啦，呢度就写，OK， 作者 Taco 章鱼好朋友，咩忧郁大叔系一个好犀利嘅建筑师，哦，即系呢间嘢就系佢整嘅，哦，犀利犀利犀利。OK， 咁我哋周围探索一下先啦，吓，咁呢度就系一个操场啦，咁啊有个跑道嚟嘅，应该。嗰度有冇啲阴湿位？系啦，可能有啲箱之类嘅物体。O K， 呢度系过唔到去嘅。哎呀，呢度呢？呢度好似冇乜嘢噃，系咪呢 ？O K， 哦，冇嘢嘅，冇嘢嘅。出翻嚟先，出翻嚟先。呢度黑掹掹。O K， 都冇嘢。呢度。好似都冇啊旁边。因为我硬是觉得呢嗰啲树后面係会有啲即係箱啊之类啦。係啦，咁啊 check 清楚好啲嘅。呢度都冇啦。OK。呢边呢都冇。係啦。咁应该 check 清楚啦，树嗰度係冇嘢嘅。
中間係純粹草地啦，係啦，誒、哎、我知啦，唔係依個咧就係、是足球場，呢個係個龍門嚟嘅，即係、通常跑道咪喺側邊嘅，跟住中間就會有個、足球場，不過足球場點解會有花嘅，勁搞笑咯。OK， 咁我哋拎走我哋唔拎走任何嘢啦，咁我哋就翻翻去，咁我哋咧就正式踏出學校的門口啦。嗰、那個學校的正門就喺呢度啦。OK， 咁啊，依度有個噴水池啦。诶，依度有個南瓜燈。OK， 有個箱。哦，又係藍色花。咦，我記得成就好似話咧，唔知幾多個藍色花就有成就啦嘛，五朵。咁我哋依家已經係有三朵噶咯，係啦。咁啊，進展良好啊。摩托车、电单车啦，重机型，哦，又即系整得几似喎，真系。呢个系黄色机种，木材黑色机种。OK， 咁跟住呢架就系私家车啦，应该就系啦。OK， 跟住我哋喺嗰边啦，呢边呢个应该系篮球场嚟噶嘛？系啦，呢个篮球架嚟，哦，整得好得意，有个鸡蛋。之后冇嘢啦，呢度咧。都冇 ，OK， 上面有个箱，擒上去先。江雪碎片二，万径人终灭，系啦。咁啊，咩？首先我哋砌成四个啦，我哋揾到二三四句啦。咩？万径人终灭，孤舟西泣翁，独钓寒江雪啦。咁啊，揾翻第一句出嚟啦，就要。跟住呢度冇嘢，呢度都有。啊，唔系，依个咪头先嗰个 ，OK， 我哋上过嚟噶啦 ，OK， 跟住咧就我哋出去出面啦。依个系警卫，很痞的警卫，48岁了 ，OK， 佢后面好似有啲嘢咁样嘅，可唔可以入去咧？你估？等先啦。下山回家嘅路 ，OK， 我哋准备翻屋企 ，OK， 应该系过唔到去噶啦。咁我哋落山翻屋企啦，咁就。OK， 得一条路嘅啫。确定东西都拎完先翻屋企啦。咁我哋都翻咗啦，已经。呢度系，前面有间七仔，好搞笑啊！七仔啊，我哋入咗屋企睇下先啦。系依家系咪屋企嚟噶？呢个我屋企嚟噶，呢个系咪咧？OK， 呢度哇，黑掹掹喎。地灯开关 ，OK 开咗，呢度冇嘢嘅，都冇 ，OK， 咁我哋去呢度睇下啦，呢度有个箱啦，开唔到嘅，开门，哦，呢个系厕所啦，应该系，系啦，跟住有啲水咁样，洗手盆啦，跟住我哋上去睇下啦，左边先啦，有个箱。又是蓝色花四对啦，已经跟住100蚊银纸，哇，好多钱，我哋有700蚊啦，依家，哦，正，哇，又有，哇，1400蚊啊，我哋依家，黄金空甲，俾翻你啦，唔好乱攞佢啲嘢啦，咁我哋爬埋上去睇下啦，哦，依度咧就系、是、露台啦，跟住开下灯啊，系咪开灯嘅呢个？唔系嘅，冇用嘅 ，OK， 有佢啦，咁我哋落翻去先啦。咁我记得仲有另外一间房嘅，就系呢边 ，OK， 呢度就系睡房啦。进入剧情，请确定一切都准备好，进入后就无法回头。咁我哋唔好揿制住啦，因为我想去埋间七仔度睇下先。OK， 呢度有冇箱啊？冇箱，唔系，系咪冇箱嘅 ？OK， 呢啲太敏感啦，我哋即系玩呢个解谜咧，一定要超敏感。我哋去埋七仔先啦。睇下啲咩特別啊 ？OK， 入去，你冇出嚟啊？你做乜出嚟啊？哇，佢搞乜啊？佢仲喺度弹嚟弹去，失手一电源。睇下先，嗱，我哋可以用100蚊去买一把菜刀啊，会唔会贵咗啲咧？不过如果系台币嘅话，即系台币对港纸系除四嘅，咁就应该系25蚊港币啦，咁都应该 OK 嘅。杀动物菜刀、Oreo 饼干、薯条炸鸡。金苹果1000元钞票，我得10张就要换一个1000蚊啊！
屏障 ，OK。咁我哋每样买啲啦，我哋买咗一个刀啦，跟住买 Oreo 啦，跟住薯条炸鸡啦，跟住金苹果啦，系啦，我哋每样买一个啦。跟住我剩翻唔够钱买一千蚊喎，咁所以算啦。OK， 哇哇哇，有啲咩特别啊？我哋可以挞佢啲 Oreo 啊，算啦。跟住呢度冇嘢啦。OK。喂，呢度有嘢嘅，哦，有得入去。跟住呢，哦，呢度就係、是、即係呢台湾嗰啲 Oreo， 唔係台湾嗰啲 Oreo， 台湾嗰啲71呢係比香港好嘅呢，佢就係有啲台台凳凳可以俾啲人喺度食下嘢。即係我哋香港嗰啲71淨係得嗰啲企喺度嗰啲吧㗎咋嘛，係啦。咁台湾嗰啲71就会好啲囉。呢个係返學校嘅路 ,ok, 唔使返學校啦我哋。ok, 咁我哋返屋企啦。呜返屋企返屋企返屋企。我哋即刻跑返上去我哋间睡房啦。ok, 进入剧情咁。哇、哦、地震地震发生咩事啊，係7级有感地震。哇哇哇哇哇。啊点解咁拍㗎，哇哇。哇哇哇